第21题，下列哪一种反应无法产生氧化镁？根据它所给我们的方程式，我们已经知道镁在二氧化碳中燃烧会生成氧化镁。这个原因是因为镁的活性大于碳，所以它可以把二氧化碳中的碳取代掉，置换出来，把它氧给抢走，变成氧化镁。而同样的道理，镁的活性大于铜，镁的活性大于锌，所以镁跟氧化铜跟氧化锌共热，都可以产生氧化镁。而把铜跟锌取代掉，置换出来，把它的氧给抢过来。但是镁的活性小于钠，所以镁没有办法抢走氧化钠中的氧，所以镁跟氧化氮共热，无法生成我们的氧化镁。所以21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种反应无法产生氧化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镁和氧化钠共同加热。